在这儿，那也是一样。好，就这样，就上好胶带了。我要电影，我要电影。好。好。然后爸爸喜欢的电影笔架。放了电影底下以后，然后再按一下，按一下比这个闪灯闪烁个3-4秒。嗯，好，闪完了，这个笔就给拿出来。嗯，就识别到了。对对，就识别到了，拿出来。嗯。现在就识别到了5390、6847。好，后面一道也要调试一下是吧？对，先按。用心归零，有电影，先走下子看，然后看位置，后边就摇这个，中间靠边。这里可以把这些锁死，然后往那边摇一点，好。然后刚刚贴的位置也有点不对，这里空那么多，然后第二段贴的皮带上去了。嗯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把那个起点140，这个140，我们在这里大概量一下，这里有个70，70的话，这里就是出个73。啊，我现在再贴一条，9000块钱。密码是个八，还慢一点。
可以让这一段长一点，啊，单段可以跑长。然后我最后一段再加个三十，就两百二。现在就是最后一段要比这个要长一点。可以点动一下吗？慢一点的动作。慢一点。对，慢一点，让客户看清是什么动作。话我只能贴一段，因为贴好几段你可能。可以可以，一段可以。一段的话就把它给清零。其他段的清零，对，其他段，然后就设个这个一段的，就把它设到180，或者说啊，然后清，然后去。